因为梅利湾的事件，就是对大家应该是对这个阿都兰这个部落就相当的说相当的清楚哦。阿都兰为什么讲阿都兰呢？就是阿美族人哦，就是他在找场地生活的话，他一定会先找什么水源哦。那就因为那个有个水源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是因为要什么，为了找水源，让集合水源，所以他们呢告那个地方就是许多的石头哦，他们就开始慢慢去点叠叠叠叠叠，就变就有水了嘛。那因为太多的石块叠成而成的，刚我们阿美族人有句话就是阿杜伦，就是那个是讲的就是什么，把石头堆砌在一起而做成的一个阶梯一个的。就是因为它的特色是这样，所以就把这个部落讲做成什么，就阿都兰。所以呢，家都讲说阿都兰就是在讲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都兰部落。都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，就是什么蓝宝石哈、哦，现在没有了啦。啊，今天你没来，那个没来，那个没来，那个吹口哨，那个来，小小声了啦。好听哦，按照正常来讲，它就是吟唱曲的部分哦。哎呀，第一次到哦。哎，你们这个呱呱呱点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对嘛，这第一次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。对嘛，看到你们这么快乐，我也很快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。哎呦哎呀，那个对面的是木乃伊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这边的声音比较大，这边比较的我把我卡住呢？哎呀，呼啊有吉，哎呦，你们吵紧哎，马上赶快！哎呦哎呀，哎呦哎呦。你们喝完还要那一段舞曲哈。Oh, no.
我很怕他们跳错。